燕子，你很聪明，可是你知道，愚蠢的人和聪明的人分别在哪儿吗？聪明的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聪明，可是愚蠢的人总是觉得自己是最聪明的。冯子雄那个案子，你靠的就是你的小聪明和老天给的那点运气。谍报工作很可能伴随你的余生。 但你别指望，好运气永远会站在你这边。好了，既然已经露了相，暂时不能参加任何行动，先待一阵子。 还好没有伤到要害，担心死我了。没能帮上忙，密电载货了，新密码也破译出来了，警察局的报告也足够及时，可最后人还是跑掉了，谁能告诉我为什么？ 蓝胭脂就居住在我们50米的地方，租了一套房子，逍遥自在了，过了那么多天，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发现。他只是一个新人，再看看你们，你们不感到惭愧吗？啊！只不过。 只不过差一点点而已，一点点。嗯，每一次都差这么一点点，你不觉得这一点点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吗？嗯，他只不过是运气好。一个人不可能永远碰上好运气的，曼娜小姐。 我记得我曾经对你们说过，我说过，破获你父母谍报网的这个人，在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成为我们最大的对手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曼娜小姐，你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能碰到他是吗？而且还打了一个败仗。 冯科长已经做得很好了，要不是他破解了密码，我们到现在对敌人的行动还是一无所知。<笑>周督察员，你的意思是，蓝胭脂和他手里的电台双双失踪，你反倒有功了。是我找到了电台，却没有守住，理应接受处罚。 渡边队长如果想追究的话，我周宇浩绝无怨言。你什么意思？好了，事已至此，就都别说了。周督察员，好好养伤。冯曼娜科长，跟我出来一下。 德高科总部宣布，由于冯曼娜
在破译敌人密码时行动出色，授予少佐军衔。科长，我曼娜，刚才我对你严厉是因为你没有完成任务，现在奖励你是因为你破译出敌人的新密码。没有受过任何的专业训练可以破译出如此复杂的密码，不简单啊。啊，我不得不说你是个天才。可是科长，特战总部忙活那么多天却一无所获，我很惭愧。曼娜，皇军现在已经完全把你当作自己人了。中国有句话叫知耻而后勇，虽然这次我们打了败仗，但我希望你能从这次的失败吸取教训，在下一个回合把他赢回来。谢谢科长，下一次我一定赢得漂漂亮亮。很好，虽然说我们打的是败仗，可是我们成功了破译出敌人的密码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占了上风。可惜啊，蓝胭脂还是逃跑了，而且还留下了一个疑点。是他随身携带的电台不见了，或者说是神秘消失。坐。据周督察员的描述说，他在跑过保安室的时候看到电台放在里面，当时他想拎起电台继续追赶，没有想到的是被人打了一枪，然后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那就说明在大世界里面应该有他们的人事先安排好了袭击了周先生，然后拿走了电台。可是在我看来，周督察员的伤不太像别人所伤。你看啊，子弹是从他的后腰斜擦上去的，虽然流了很多血但并不致命。不，很严重，流了很多血，差点没有抢救过来。这样吗？是。哦，对不起对不起啊。好好照顾他，恭喜。蓝胭脂是一个天才，天才都有自己的软肋，而且极为明显。他除了他自己，谁都不会放在眼里。他为人又重情义，这些弱点我们知道，冯曼娜和特高克当然也知道。他心气儿高，容不下半点委屈，初出茅庐遇点挫折磨磨锐气，于他来说也是个好事儿。好好打磨打磨，假以时日，将来恐怕他的作用比一个军团还要大。虹口区，上海的日本租界，在这里遍街都是和服，旗袍和长衫换到成了异类。胭脂虽然在上海长大，对这一带却很陌生，遵从站长指示，宋冕就要将他安置在这里。这里就是日租界了，走吧。嗨，嗨，宋さん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、さちくさん。標高からの星なき、眺めてみてくださ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どうぞ、どうぞ、どうぞ。
お座りください。お茶を持ってきます。这里是我们的长租房，房东太太十年前随丈夫来到中国，八年前丈夫去世了。她平时就靠租房和刺绣为生，没有跟任何党派有关系，也听不懂汉语。我的身份，我的原配妻子，为了躲避现任，所以只能委屈你住在这儿了。名字？王菊花。你故意的。王大花、王桂花，随便你选一个，叫什么都行。任务。待在这儿，不要出这扇门。王东太太订了每日新闻，如果我们要见你的话，会在中风广告里给你留信息的。有时间跟房东太太多学学刺绣，将来会有用。すいません。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原来的客人是什么人啊？是个单身女客，付了3个月的房租，没住几天，招呼不打一声就走了。先生，你真是好福气啊！平时我们这里是没有空房间的。好，那我也给你3个月的房租啊。好的，好的。你为了救蓝胭脂冒这么大风险，怎么不跟组织汇报呢？都是中国人，顺手帮一把嘛。苦肉计都用上了，还顺手帮一把？你为什么擅自行动？那丫头天赋很高，我将来打算争取她，让她变为我们的同志。咱们首先要争取的是冯曼娜。他才是咱们最需要的人，周宇浩，你的生命不是你自己的，组织上想方设法把你打入特高课，不是让你任性胡来，你必须深刻反省，做出检讨。哟，你还来劲儿了？我要真写了检讨，特意给你来送一趟，那才是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呢。哎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来。抽根烟，消消气儿啊！谈正事儿吧。谈什么正事儿啊？我现在正事就是马上向组织上汇报，把你从特战总部撤出来。撤出来？啊！你早说，我刚把电台弄到手，还打算一展身手呢。电台？是啊，胭脂的电台。怎么到手的？电台就放在保安室，我趁乱就偷出来了。你救他就是为了拿电台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现在说也不晚呢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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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李杰同志啊，你还要不要和上级建议让我提早撤出来？你小子，哎，现在电台安全吗？我藏在一个没人能找得到的地方。在哪儿？胭脂住过的房间，
白丽南路172号。那儿安全吗？我打听过了，那房子一租就是3个月，短了房东还不答应呢。胭脂虽然暴露了，但房东并不知情。还是小心为妙。现在电台到手了，下一步怎么做？赶紧给根据地发密电，越快越好。嗯。哎。周宇浩，你要是个男人，你就痛快点儿，别这么磨磨唧唧的。你真臭美，到哪儿都把自己涂得香喷喷的。啊，太难喝了！你耍我呢？我就是耍你的呀。把那个拿给我看看。美人一身香，穷汉半月凉啊。先别管这半月凉还是一月凉，你先把它还给我。の傷を回復するにはとても早かったね。東京から青君のことは称賛しましたよ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々大和民族と比べてシナ人は狡猾でとても統治しにくい。だが奴ら自ら統治させればことはうまく進むと思われます。奴らは食事など服もお金かかるけど、我々も軍用や装備などお金かかる。上海は銀用の町で、中国を海税あるのところ、ここでお金儲けるのは難しくないだろう。これはね、青本町。これね、腰掛小切町。これ、金本小切町。世界の中で、八代的に有名な町ですから。ようやく大に入りましたよ。大島殿、実に多趣味でございますね。仕事場をこうも芸術的に飾られるとは。これはね、ただの配置だけじゃなく、この標本は全て自分で作ったよ。さぞかし繊細な仕組みでしょうな。そうだね。虫針で銃を板の上に固定するが難しくないんだけど、難しいはね、銃がトップスの時の自演の姿を戻すでよ。これはわしの最大の楽しみであり、要するに何の価値もないの時代を新しいの魂がいるような輝かに。どうぞおかけてください。は。これは東京本部からの密電報で、最高司令部の命令で。どうぞ。大本営艦通過拡張特例。
通貨戦争の要、蒋介石、政治統治側の通貨を崩壊させ、反戦の力を弱め、南京政府の新たな金融機関を設立に協力し、打倒共和国への実現せよ。この任務の対象はすなわち三公作。私は上海で長い間駐在してますが、三機関というものは耳にしたことはございません。そうか、これはね、東京陸軍参謀本部直属的に極秘な機関ですからね。青木君、あの東京陸軍第9研究所のことを聞いたことがあるか？耳にしたことはありますが、聞く話ではノブルド研究所は帝国の最高機密機関であり、しかしそれ以上のことは一切存じません。わしはね、ノブルド研究所で仕事をしたことがあるけど、今の好き機関はノブルド研究所の次第焼きですね。青君、詐欺の話について、俺は上海を占領する、中国を占領する、中国のことが白いだから、これは我が日本が貧しいのところだ。だからだよ。だから我々はこの地でやるべきことは、中国側の資源を確保し、帝国の戦力を養いながらことを進めるべきということでしょうか？軍人修理のため、まず経済や運輸など修理の方面から取るなんだよ。中国に征服する、それによって災害征服するなんだよ。大島殿、私は一体どんな形で協力をすればいいのでしょうか？これはね、南京政府を発行しての紙幣ですね。ちょっと見て。市の通貨をあまり気を配ったことはないのですか？粗末なものですね。これは偽札だよ。我々は金融産の最終の戦いはこの偽札を市社会に流通して、彼らの権威を見たかするのよ。運が良ければいくつかの三陸武士を蓄えるでしょうか？お、それは何とも。まあ、わしはね、これを社会に通じて、この偽札を社会に投入しまして、社会の調子を測してみよう。青君、このことは厳しく秘密なことですからね。特産うちの内部も言っちゃいけませんよ。あ、かっか。君は急いやることは、一つ中国の銀行を選んで、この偽札を正しいのルートに発行して出る。一番いいのはね、信用があるの小さいの銀行で、俺たち制御安いのためにね。最も適した相手をお目当たりました。うん、ああ、できたできた。ああ、做好了。刺身だ。这个是大和民族传统的料理，叫做生鱼刺身，只有贵宾才可以吃得到。现如今在战争时期能吃到这样的美味，真是太可贵了。嗯，嗯，不要看它只是一块生肉啊，蘸点酱油，来点芥末。嗯，嗯，来，你也尝一尝。嗯，嗯。我们
连枪林弹雨都不怕的曼娜，怕他吗？想报仇并不难，只要你把他们都吃掉，我就可以告诉你答案。蘸点酱油会醉吗？哦哦，对不起。其实，想要蓝人之出现并不难。从他家人下手，不，这样不好。这是我跟胭脂两个人之间的事情。哼，多么软的心肠啊！可你要知道，当蓝胭脂在使你家破人亡的时候，他会不会想这些呢？蓝烟出现的话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嗯，你可以考虑考虑。久しぶり。哈哈，你好。どうぞ。好的。王さん、あなたの旦那様の同僚の方が荷物をお届けですよ。あ。明天报纸会发消息约你接头，接头人是宋冕。接头以后，我要你继续跟踪他。如果他有下一个接头人，你就跟踪那个接头人，务必把对方的藏身地和身份搞清楚。可是，宋冕是我的直属领导啊。如果你的上司出了问题呢？现在的情况，敌强我弱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。不可能。我也希望他不会。哦，这个是真如寺的素生煎，尝尝吧，隔了夜可就不好吃了。
刺绣学得怎么样了？还行吧。不能还行，要精通。有情报需要用刺绣送到里面去。杂志第十页有一段乐谱，把乐谱的音阶绣到和服的背带上。嗯。会有人来取。先生，这个黄。上车。到底是谁下的命令？说，是我自己。前面就是苏州河了，把我扔进河里，你就舍得挖坑埋尸了。中国有汉奸，日本人也有日奸。小玲是我的内线，他是家中的长子，需要养家糊口。比起圣战和他们的天皇，他更需要的是钱。这些我本来不该告诉你的。作为一个情报员来说，知道的越少越好，这样会比较安全。没关系，事情已经这样了。哎，一会儿到后备箱帮我拿个东西。
为什么？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包括我。记住。Love.